主料：小酥肉100克，黑木耳50克，蒜苔80克。辅料：油5毫升，盐3克，香油5毫升，生抽8毫升，葱5克，姜3克，蒜5克，干红辣椒2个，八角1个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冰箱取出小酥肉，黑木耳提前泡发洗净，蒜苔洗净切段，葱姜蒜切片，八角和辣椒洗净备用。炒锅放油，炸香调味料，倒入小酥肉，翻炒一分钟后加入适量水，盖焖一会，水干后倒入黑木耳和蒜苔，倒入生抽，大火翻炒一分钟，关火，放盐和香油，装盘。烹饪技巧：小酥肉倒入锅中后，加适量水焖透，口感更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